真耶稣教会，奉主耶稣圣名读圣经，新约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一节，奉咱救主神甲咱的恩望基督耶稣所命令的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批予迄个伫信主做我真的囝的提摩太。愿因会人民平安，对百姓甲咱主基督耶稣归伫恁。三节，我去马其顿的时，麦克利依然住伫伊弗所，通吩咐遐过来人，毋通传别项的教，也毋通听无影食的话，甲无恭敬的族谱。即种的事，只生出辩论，毋是乎神伫神所安排得到成。五节，若是命令的宗旨，就是爱。这个爱是对清气的心，甲无愧的良心，甲无假信心生出来的。有人偏离这，颠倒去讲虚浮的话，想要做教法师，却无明白家己所讲的、所论定的。八节，咱知律法原是好的，独独人得合法来用伊。因为律法不是为义的人设立的，就是为着不法甲无顺服的、无敬虔甲犯罪的、无圣洁甲贪乱世俗的、打死父母甲杀死人的、奸淫的甲放浪色的、拐骗人的甲讲白贼的、甲滥杀咒诅的，也是做别项逆正道的事设立的。这是照通俄罗的神交托我应邀的福音讲的。十二节，我感谢迄个予我有快乐的咱的主基督耶稣，因为伊看我有忠心，派我服侍伊。我以前是亵渎神的、逼迫人的、辱骂人的，总是我要得到怜悯，因为我是毋信、无明白的事来做的。十四节，个人的主的恩典是极我丰盛，予我伫基督耶稣里有信心甲贴心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有罪的人，这个话是通信的，是完全通接纳的。伫罪人中，我是第一派的。十六节，总是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。要伫我这个第一派的人，显明伊一切的忍耐，来做后来信靠伊得永生的人的模样。十七节，但愿尊贵荣耀归伫迄个未毁坏、看未着永世代的君王，独一的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十八节，我的子提摩太啊，我照以前指你的预言。将这个命令交托你，予你用这个通来打迄个美好的征战，常常存信心，甲无愧的良心。有人放下良心，就伫前途，亲像船桨破一样。二十节，其中有弗米奈甲亚历山大，我已经将因交予撒旦，予因受责罚，就无阁诽谤。